级汽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，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吴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的跳跃，左边右边跳跃，一转车轮，麻烦解决了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毛毛怪来捣乱。
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毛乱乱乱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怎么又来了？别怕，我们来帮忙！向前向前 ，Go Go Go！ 吹呀吹呀 ，Go Go Go！ 毛团毛团别靠近，千万千万要小心！向前向前飘飘飘，吹呀吹呀飘飘飘，瞄准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！
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辣嘟嘟。好臭啊！啊，辣嘟嘟都被臭晕了。辣嘟嘟，辣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辣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，关上窗，躲起来，别靠近。不能太臭了。臭臭臭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。好清新。车，你逃不掉了！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，别想跑！发射！砰砰砰！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
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啊，在那！追呀追，第五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。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真漂亮，尝一尝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，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垃圾灰尘，全扫光，全扫光，喷一喷小花小草才搞笑，啪啪啪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海盗通缉令，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，
它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啊，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，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大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前辈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最强磁铁车。哈哈哈哈！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不动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！我需要帮助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
大力士吊车，大力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！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！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！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！摇摇摆摆真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叔大叔要报警。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！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！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，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火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酷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，咻，发射。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。
意了。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哇哇哇，我要我。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。石头，哇啊哇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。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。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。只要我们在一起。超级汽车会胜利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砰砰爆米花！啊，能田大丰收。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哦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嘿嘿，痛就对了。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！波波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！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肥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样。
边满天飞，左边飞，右边飞，飞呀飞呀。消防车打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哈，他们有爆米花了。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。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，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掌把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，
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！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。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大家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，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，出发！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
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！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大力神吊车，阿力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。大轮胎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飙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转心意，好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危险的兔子车。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哦，警车，你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
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它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扶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愤怒的蜜蜂。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蜜蜂！
来了。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；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！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！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！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啊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啊！我来啦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
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不管你乱糟糟糟糟，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。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只一只回来了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。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我闯祸了。哇，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，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
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，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我们的派对成功了！